大家好，我是冯马谦，今天分享家庭版万能脆架粉。好，我们全部材料都在这里，一会把这个配方全部用文字打在视频的最后，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这个可是我用了20多年的绝密配方，觉得有用就点赞收藏哈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材料全部倒在一起，然后就把它搅拌均匀。这个是味粉，也就是师傅的师傅，大家可以称它为祖师爷。这个是盐1两，然后泡打粉4两，我们开出来的面糊炸得脆不脆，膨不膨胀就靠这个了。糯米粉1包8两，刚刚好。低筋面粉6斤，全部倒下去。这个是风车生粉，往里一倒，搞个锅铲，然后就把它搅拌均匀。好，我们这个基本上拌均匀了，不要问我为什么搞这么多哈，厂长不是我表哥。以后打算就是用这个万能脆炸粉多做一点家庭的菜式给大家分享。大家认为这个万能脆炸粉做什么菜比较合适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我自己初步打算就是用来炸鸡翅啊、椒盐九肚鱼啊，还有更高级一点的，还可以调成蛋白浆，那个是酒店做法。以后也许会分享。反正用这个脆炸粉开成脆炸糊，然后呢裹着那些肉类啊、鱼类啊，都可以炸得很香很脆，嘎吱嘎吱脆的。最后我们拌均匀，就用这个滤网过滤一遍，把它没有拌均匀的一颗粒颗粒盐之类的，我们就过滤，让它更加细腻一点。哇，刚刚好满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万能脆炸粉就分享到这里哈。说好是万能，这个粉呢可以开成那个脆炸糊，然后做好多好多的菜。如果大家想看我做更多的这一类的菜式，可以点赞加关注。这期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